7月25日凌晨，昆音娱乐发表声明，称旗下组合湾纳的四名成员近日被个别私生饭尾随、蹲守、偷窥，以致住所地址遭非法泄露。针对此类行为，公司发出严厉警告，并表示如若再次发生此类跟踪偷拍现象，将直接移交公安部门进行处理，并要求侵权人承认相应的民事责任。偶像练习生节目的播出后，昆音四子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。成员中年纪最大的月月1992年出生，是组合中的智慧担当，拥有硕士高学历。当时他是瞒着父亲去做练习生。节目播出后，月月的爸爸不但没有不赞成，反倒成为了他最忠实的粉丝。二哥木子阳1994年出生，组合高情商担当，身高188厘米的他外形俊美，更擅长架子鼓和钢琴等乐器，可以说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具。三哥卜凡1996年出生，看似老练实则萌点满满的身高担当。192厘米的卜凡脸部线条硬朗鲜明，是摄影师们最爱的上镜脸。忙内林超是个00后，拥有俊秀的面容，身高也达到了180厘米。林超在偶像练习生100%初印象视频中 cos 小王子，乖巧俊秀的形象深入人心。